今天来介绍我们这款新出的，就是算是一个比较，也是比较优雅一点的洋装。然后它的设计就是它一边是有袖子的，因为今年就是最近这几年蛮流行这种不规则，然后就是不对称的这种设计。然后这个就是一边是长袖，然后一边是这样子无袖。今天头发怎么了？就是一边是无袖这种，然后所以就穿起来特别的瘦，然后也特别有设计感。然后这件很特别的就是我这个胸垫这里啊有做鱼骨，就是这里它这边是硬的鱼骨这样子，然后也有做胸垫，所以就直接穿就可以了。然后如果想要挤勾的女生，就你可以在里面穿 new bra， 或者是因为这有鱼骨嘛，所以你这样一挤，你看就是这样也是可以的。然后背后也给你看一下，做铁拉链。然后这件很显瘦，就是这边有做这个皱褶，所以这边的修饰效果也是特别的好。然后下摆也是做这种不规则状的，一边是这样短短的，然后一边就是这样很贴，然后比较长的。然后布料一样是用我们最喜欢的这种弹性布，就是有弹性，然后是有点厚度的这种，很好看。然后像是这个，因为这个款我们做黑色嘛，所以搭配上就是比较就是可以随心所欲的搭配，像你搭那种黑色包包，然后高跟鞋，其实搭什么颜色我觉得都可以，很好看的一件小洋装。